察进行来跟你讲，我记咱人古早上伫创作的时阵，是应邀客呢，真应邀，拢是犯罪了，拉到伫黑暗的中间，拢是正经不通过死的行啦。咱社会有法吃这人应当的，应邀的。亲爱的姊妹，咱是上帝通过伊的子耶稣基督，用这个生命的十诫啊，甲咱买赎，不是甲咱买赎咱的灵魂了，买赎咱的身躯，咱的肉体。所以圣经讲，咱就爱在咱的肉体顶面来荣耀上帝，荣耀上帝。加拉太二章二十三讲，讲怎啊活的，无过是我，乃是圣灵在我内活，乃是基督。所以咱的第一的圣经来讲，讲我捌甲基督同定是未记，我了付我的。不是有缘我，就是知道点是我的。请问今天咱来到是上帝面前，不管你有信耶稣无信耶稣，你有这个无这个，你有定头死无定头死，总是有一件代志上帝就是一直要甲咱表明，一件代志一直要甲咱讲起，一件代志上帝要直接甲咱邀请。可以信耶稣会了一种荣耀，这是动物的心情无的，对无？狗是狗，猪是猪，鸡是鸡，鸭是鸭。你无啥物荣耀，我是人就是有这种荣耀。上帝要通过圣灵邀请咱，把咱生命恢复荣耀。第二，圣经用咱带到一个咱看的所在，带到是死亡中间，互咱看见希望。死亡中间看见希望。人类吼上界大个责任，就是咱去面对死亡。顶礼拜，陈牧师来咱中间，甲咱背报道。好，这个所在跟咱讲一句话，咱今仔日伫这个所在来做礼拜，后礼拜咱就无一定会当互相看到啊。到时咱听到伊安尼跟咱讲，拜一，欢喜我姊妹，我受主敬仰；拜二，黄宏威老师，我受主敬仰。一礼拜一，一礼拜二，一礼拜。一礼拜来过来做礼拜，咱一礼拜就袂当看到恁两姊妹，是不是？死亡是无甲咱通知，嘛袂当互恁准备。咱接到这种信息的时候，咱感觉应该高兴。哪一下你要做的？性命就开始渐渐进步了。不是，当咱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你有看见心？因为信仰宗教无信仰宗的人，上界大的差别就是讲，当咱面对着这个世界上界大的对敌，人类上界大的对敌死亡的时阵，你要挖苦心，你伫死亡的中间，你要看见什么？这是一个上界要紧的，是不是？甲咱带到死亡的阴暗中间，你甲咱讲起，互咱知影，到底咱是上帝面前，咱就是上帝宝贝子儿在当中。2002年的时阵的死亡。伫伦敦，所有的这些市民，甲这些数千名的这些观众，大家拢伫遐排队，排队要创啥？过千人排队要创啥物货？排队伊就是要去占用伊哦，是有人过生气啊！大家要去甲伊看，这个人就是英国皇太后贵姓？皇太后贵姓？对英国人来讲。那是人真尊敬一个人，对于英国来讲，那是伊的尊严。对于整个皇室、皇家，这个家族中间，那是一个真要紧的一个身份。所以有真侪伦敦的这些百姓、足侪观众、英国人，拢伫遐排队，要到一间大礼拜堂，叫做 Westminster 一间大礼拜堂，西敏寺大礼拜堂内底举行这个告别式。大家伫遐排队，要进去内底来看最后一面，这个皇太后的一面。大家伫遐排队排队，慢慢仔行，伫遐看时阵，大家来到伫迄个棺木的边啊，安尼看了，啊就离开。皇太后的这个棺木的顶面，放两件物件，这两件物件非常吸引人。啊，只我会看着拢安尼惊着安尼，一件物件就是皇太后的。这个皇冠从底塔顶的，拢在泉州、古州遐遐物件来从个顶面的遐皇冠面顶，一个物件是这个皇冠放伫个棺木的顶头。其中的一个物件是吊在身躯在用的一个绳子，
伊的信用，有四年的信用。大家咧咧吃用药了的时阵，看到这两项物件了离开的时阵，有真侪人讲，有一个迄个印象不深的，可能咱卖了解。本来是来吃用药的，总是后来看到这两项物件了，有另外一种的联想。迄个是伫可能咧关落顶头迄个是。实际上是赢过一场宏观，赢过世间所有这面临宏观，是不是赢过所有世间的一切？你宏观的无去，总是不是这个精神永远肯定咱心中。所以因为是不是嘛？你甲咱讲起就代表咱生命中间，这个画面甲事实，画面甲事实，这两样代志。你想世间有啥物物件会当带入去外道内底？有真侪人嘛想讲，我若死去的时阵，棺木内面要放一款物件，会当带我去。但是咪到一个程度，无论咱的世间，咱继承偌济财产，咱享有偌济关系，啥物件咱拢袂当放伫棺木内底底咧？就是耶稣基督的迄个是咪坚定的迄个听，呼呼长长。保护咱的性命，就是咱肉体，这种痛苦要带咱到底，带咱到底永远。所以耶稣基督的是要就是要过进前，也受定死的进前，咱伫遐甲人讲，讲五岁的公仔再有受压大，人主嘛要伫迄个所在来受孤气，对一切信你的人拢得到永远活。因为死亡对咱来讲是无解，拢是假的。是不是带咱到底死亡的中间，无咱看见咱做一个婴儿，是不是得性死亡？他嘛会当得性死亡？迄个死亡了后，过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新的生命开始。其实咱耶稣基督信仰，伊甲咱讲的就是真宝贵。无咱无伫死亡的中间真哀怨，真失志无绝望。耶稣基督有拯救咱。有姊妹拜一甲拜二，这两位姊妹上帝拯救伊。上帝稳定你的